大家好，我是小曼，风雨无阻测核酸。今天是周五，又是全员测核酸的日子。早上这会儿人还挺多的。你帮妈妈拿一个贴纸。今天发了一个杨门女将穆桂英。测完核酸上游泳课。今天是韩寒的最后一节游泳课，今天上完你就可以从游泳班毕业了。然后得拿着高三毕业证。对，然后你就可以自己游了。现在还没有到上课时间，先跟韩寒在这坐着等一会儿。石榴树都结果子了。最近一直在下雨，感觉下一场雨好凉爽，这种天气好舒服。今天打算做一个麻食，先过来买点菜。好多家长啊。哇，我的毕业证书。你拿回家让你爸看一下。走吧。因为27月17日，现在不是7月20日。因为那时候有疫情嘛，少了几节课，他这个都提前写好了。哎呀，回来了。这是姐，也就是开玩笑高兴的。让我看一下。结业证书。哎呀，这个还是塑封的，弄得这么好呢。嗯。跟他那一期的早都毕业了。爸爸还不会游泳呢，以后你还可以教爸爸，咋样？你教我。我不会游。你教我。你现在差不多都学会了。嗯，教我。豆豆啥都会了，就是有时候有点紧张。什么事？他目前来不？哦，那算了。玩吧。正打游戏呢，还急的。开始做饭了，这是准备好的配菜，一会儿炒一下，做一个麻食。我今天在这个上面搓麻食，搓出来是带这种花纹的。开始下麻食，必须下粉条，好吃。突然发现走了。找我们西红柿。配菜的东西，哎，好痛。好了，麻食。现在外面还下着雨，下雨天就适合吃这个。所有的天气有适合吃的饭。取个干净的勺子和小碗。你这个蒜泡了多久了？几个月了。能吃吗？可以。啊？可以。我。哎，还香着啊？还香着呀。多来一些就行。嗯，多来一些，我也吃。香。香。辣不辣？不辣。你尝一个吧。香。那粉条香的很。麻食还能加粉条？我看朋友圈。
好几个人都吃麻食。今天啊、嗯、下雨了吗？里面就放土豆、红萝卜，还有豆角、木耳、西红柿，还有这个黄豆、豆芽。嗯，哦对，还有粉条。你们班有十节课吗？嗯，十节课就基础动作教会，底下还得自己练习。教练就说了，说小孩的肌肉记忆力只要两个月。好，学完的话你就要练习了，不练的话明天还是不会。我看美国是不是四五岁基本上都会游泳？我看那个博主说的五岁以上，哎，啊，就五岁以上都会游泳是吧？嗯，差不多。我到现在还不会游泳啊，所以你下次还得教教爸爸。我发现你游泳还没彻底熟练，还得好好练习一下。到时候爸爸你去再。多练习几次，好不好？嗯。嗯，这个游泳班断断续续都上了，大半个月。7月4号开始上，7月3号报了名，7月4号开始上。那中途有七天疫情吗？799，十节课。还可以。我是觉得好多家长不重视这个游泳。你不是让邻居那个小孩报，他妈还没报。他妈本来也说暑假的时候给报嘛。啊，然后结果到时候我问他说，他们没报嘛，给孩子报那种写字班、练字班。哦，因为我之前报的是报书法。啊，报书法的，他妈就觉得游泳是非必要的，像那种辅导班才是有必要的。我一个同学的小孩跟涵涵一样大嘛，我就问他要不要在这儿学游泳，他家也在这附近嘛。嗯，他就说孩子太小不想上学，怕出意外，因为每年都有那种新闻，小孩上有游泳班。然后出意外了嘛，然后他就不敢让过来学。啊，国内其实好多体育运动都出现这个情况，有点激烈的或者危险性，家长就不让参加。我之前看过一个纪录片，大概是60年代，你知道，好多内地人逃到香港，从深圳要游到香港去，要游一个小时、2个小时。所以深圳那边渔村，孩子一出生是教孩子干啥游泳，长大的时候就鼓励孩子游到香港去。那时候香港各种彩电，一个月挣好像1000多人民币，那时候国内才一个月才挣几十块钱。我看那个纪录片写的，来路不绝呢，自己坐船就可以走了。那个纪录片叫个大逃港，你坐船你就过不去啊。为啥？要怎么过去？嗯，那时候香港特别繁华，应该是六十年代，大彩电，哇，那时候国内都能见到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我的笔记本是什么？这桌子放，桌子上。哎呦，木门来了，快进来。游泳，游泳比你了嘛，这学完了。